森林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在我们生长过程中，森林给予保护。森林带来清洁空气，森林带来食物、水、健康，森林带来住所、就业、收入。看，如果没有森林，生活会是什么样子？3月21日这一天，想想森林吧，维持森林。森林是我们的未来。